那我也要跟大家讲，五月五号的啊、哦、这一个啊、哦、活动啊、哦、确定是取消了。那今天啊、哦、发的视频啊、哦、也是千亿啊啊、哦、跟我们敬爱的这些啊、哦、来社会大众啊、哦、来啊、哦、诚挚的、啊、跟你们大家的啊、哦、来说一声对不起啊啊、哦、道歉。那我也要跟大家讲，五月五号的啊、哦、这一个啊、哦、活动啊、哦，确定是取消了。那今天啊、哦、发的视频啊、哦、也是千亿啊啊、哦，跟我们敬爱的这些啊、哦、来社会大众啊、哦、来啊、哦、诚挚的、啊、跟你们大家的啊、哦、来说一声对不起啊啊、哦、道歉啊、哦，因为我他冲动啊啊、哦、比较冲动啊。在今天五月五号的啊、哦、这一个